Hello， 青春制作人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来自点赞传播的林小宅，也是第一次成为训练生的林小白。所以呢，跟这一件 T 恤一样白，今天呢，要给林小白画上漂亮的图案。那我们现在开始吧。中间画上一些小花花，然后呢，中间是林小白的三个愿望。第一个愿望呢，我希望可以在节目里学好我的普通话。第二个愿望呢，我希望可以完成一次让舞蹈老师夸奖的唱跳舞台。第三个愿望呢，我希望可以给我的粉丝们弹唱一首歌送给你们。好，青春制作人们，期待有颜色的林小宅吧。